天才神枪手落地就是钢，嗨，我是米妮。最近有粉丝和米妮说，和平精英上线了新载具幻影坦克，还能发射炮弹。米妮，我黑人问号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呢？还没来得及回复，又收到了这个坦克在游戏里的真实画面。从图片上看，确实有一辆坦克在和平精英的海岛图里出现，而且还在霸气过桥。后面我和这个粉丝宝宝要来了原视频。视频里能看到有一辆坦克在桥上行走，时不时还会发射炮弹，这也太可怕了吧。为了帮粉丝宝宝一探究竟，我来到了海岛地图的大桥上苦苦寻找。但是并没有找到坦克的出现。米妮我灵机一动，想起之前也看过有人说发现了战斗飞机，这些都是有心人利用视频制作软件 P 出来的效果。我又去看了和平精英的官网和官微，都没有提到有关于坦克上线的消息，所以很明显这个坦克也是人工 P 出来的，只是为了吸引人眼球罢了。和平精英并没有上线坦克载具，但是将来光子也有可能会在一个特殊的模式里加入这种超强载具。据说六月份光子更新有大行动，除了上线海岛地图 2.0， 还会对火力对决模式进行再一次的升级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，到时候火力对决模式里出现飞机坦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毕竟直升机都已经有了，战斗机和坦克还会远吗？不知道小可爱们，你们会希望光子推出幻影坦克载具吗？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，和米妮我一起讨论吧。最后记得给米妮点赞加关注，视频点赞越多，光子注意到我们的概率就越大，幻影坦克载具就离我们更近啦。爱你们哦，么么哒。